No, no, no.拿步枪我也能恶心他们，看着啊！他们都在我们都是侧身，没劲儿，你知道不？我操，还没子弹了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 下回要不直接干大仓得了，跟他们肉搏。哎呀，只能去这儿啦。 但我觉得现在去不是很成熟啊。 现在人家又没打架，我一去人家肯定指定干我呀。其实也可以去干了，就是干到后边儿。没子弹是硬伤，我直接拉个圆儿，看着啊。 子弹来了，OK， 直接完成中心点，这位的上山也好上，都在大仓里面。 等30秒啊！
等群啊，兄弟们来了，我们又是中心点。没尿啊？我从不尿尿。啊，六名敌人，兄弟们，目前已经九杀了，他们打起来，我们现在无法劝架，因为我们是中心点。这个人真猛啊！还有四枚地震，右边一个。不换喷子啊！下圈八圈，八圈之后梅花桩，梅花桩在我们这儿应该是，不应该在山上的。大仓里边就绝对有一个那个 AK， 其他人呢？OK， 梅花桩的话在这儿。我大狙的狙人呢？哎，这有一个粉色衣服的。一二，粉色衣服可以秒，但是我怕大仓里边有人秒我，他其实可以秒的。这个距离是刚好泼水，压枪的正好距离。喝水的正好距离，两个人，还有一个不是粉色的。他们两个人一起的啊，二打二应该是，因为三是个 AWM， 但不像是一个人。这俩人过来了，我操！他俩都去那个头尽头了，这怎么打呢？卷线直接完成，一穿四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。13-17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四个人全杀，直接无缝压枪，没啥毛病。진정즐길줄아는여러분이帅呀！
刚才有人问说主播为什么你的画面这么清晰流畅啊，兄弟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是经过精心调试过电脑的，所以说帧数变高了啊。你如果一些想提高帧数的话，加屏幕下边微信，提高帧数，放大脚步，同款画质滤镜可以增加二三十的帧数，非常好用。加爆屏幕上边的微信，加微信回复福利，还可以免费领取个福利，懂的都懂，福利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，就去领就完事儿了啊，任何人免费领，我们是冠军。一滴血没掉，无伤世界。哎，手枪世界还是空手世界？空手世界我们也可以挑战。这把是黄昏呢，黄昏看吗，兄弟们？黄昏是不是有点黄？黄昏，你们这看的是不是有点黄？因为黄昏加上我的滤镜，有可能有点黄色。喜欢看黄色的吗？不是，我这边看的也很黄，那是黄昏嘛。来一把吧。手枪世界。手枪弩。单狙。或者是。其实我有一个更骚的啊，其实也可以做到，就是也很简单做到，就是传承啊，狗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呢不御敌，然后一把枪也不拿，然后用雷炸死最后一个人，这种的话过程中有点无聊，手枪的话全程都能杀人。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？阿马丁，这边防着多，空手吃鸡，我这人很快，他不会直接射我吧？Win94也可以带，它反正它是属于奇形怪状，就可以拿。就平常没人用的，我没用。对面有一个反正。打这个手枪必须要靠手速啊。
大菠萝。大菠萝是吧？他也把腰带没捡没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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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打手枪一直可以的。我打手枪一直可以的。大菠萝都没怼过我。找人杀。那个外边高楼绝对有人，我操！世界完成击杀兄弟们。不好意思，一个小白带走他了啊。我想捡一个弩啊啥的，枪都没装满。超喵的，不给耶。找车车去。哎，他有腰带，兄弟们。他有腰带。我靠，他拿Win94给了我一枪，恶心呐、啊！拿Win94的人真恶心呀、啊！吓我一跳。他好像骑自行车走了呀，他好像开骑自行车走了，兄弟们。不是很确定哦。走了，哥们儿。
没，拿他也没办法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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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雷捡着，雷很大。哎呦我操！谁呀？谁呀？得亏捡雷没开车，开车被音箱爆头了个逼的了。没影儿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啥情况？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。我还有人炸我哈，你看。得找车干，知道吧？不能找人干，找人干容易被扫死。妈搁那躲呢啊！我操！这他妈逼还捡个空投的这人。下回拿个手枪啊，宝儿，要不还手的机会都没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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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人。把它嘎了，
他不知道我在这儿，知道吧？三级甲呀，哥们儿，这装备真不错耶！嘚一下就没了，一箱99滴血。掉人了，兄弟们！左下角45度。打药啊，塞了一批啊，这人差点把我弄了，兄弟们，哎，听到声音了，那个车呢？我操，被转移视线了，追的那个人没了。哦，看到了。放个 BGM 吧，算了，休想跑，瞄准他了。我操，没声了。但是按理说他应该往这个马路上开。看我！
少有同行，这个人也是开手枪的，兄弟们，干他！来吧，决斗一下！呜呼！在下斗鱼橙子，斗鱼橙梭鹰，这个也是个主播。看这个人是哪的主播，把他干了。哎呀，我听到他在这追人呢，他在这追人呢，他也追别人，他追死了一个。好，来吧，下车。作为一个骑士，你怎么能下车呢？他也是拿手枪的，兄弟们。为什么不能下车呢？啊，对，你为什么要下车呢？为什么要下车呢？斗鱼成双呀，你是谁呀？他说为什么要下车呢？安静了啊！我切，在我面前开车，直接我就不乐意了。换他车子啊，这车子可以那啥，可以。可以卡动作，怎么卡呀？谁知道？那动作可以卡住的，兄弟们怎么卡？不想活是吧？中了特技，天上有个飞机，对了。三头，我操！等一下，他好像我不要的三一头，粉色的。我操！你看我多么细节，老细节了，兄弟们，细节男。飞机追不着他呀。干十个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诀窍了，兄弟们，我知道了。人车合一了，兄弟们。前面人开枪，直接干了。
本来想冲他的，我操，飞起来了这儿。他掉伞了，看到没？追他，让他落地成盒，让他成盒落地。烂了呀，这怎么办呀？哼，出来打我，完了，轮子没了。怼多多多多几下吧，要不怼不着了。耶，baby。要带我吸啊吸啊。轮子没了，照样开这个车，哎呀。无敌，知道吗？就他妈无敌！歇会儿，哥们儿也那啥了，主要是也累了。我操！被爆了箭头。好了，开车到这结束。还有这面地站，兄弟们，挑战双狙吃鸡。我可以装这玩意儿呢，这玩意儿打快打药快，这玩意儿呢急救包可以直接打满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多整点急救包，非常好用。实在不是很多了，还有四面地震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？打在公屏上面两个字，老粉丝刷不平，刷不平。轰！电就爆开，一枪爆，还有三个。说他还有俩，一下毒死了。为什么
掉这么多血耶，毒爱是吧？牛逼牛逼，这98兄弟们直接打满三秒，跟那啥一样，屌不屌？这98看到了吗？还有俩人。OK， 右边一个，确定了。那人摸过去了，我操，牛逼！那人摸到屁股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摸到屁股了。待会摸的，待会把他偷了，看他，看看看，他要偷的。哎，被爆了箭头。OK。完成198K 一个手枪刺激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这把兄弟们，这把是步骑兵啊，骑兵吃鸡，手枪刺激。小六说一波啊，刚才有人问了兄弟们，说主播为什么你的帧数这么高啊？画面这么流畅，兄弟你也可以加屏幕上边微信，可以帮你提高20-30的游戏帧数啊。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，回复福利两个字，人人都可以无条件的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，你懂的都懂，每个人福利都不一样，就叫自己到领啥你们就自己去领吧。主播怎么样领福利啊？加屏幕上边微信啊，既看到精彩的吃鸡，也给兄弟们送出精美的礼品，我们是冠军。看我单人四排，绝对不会有那种傻的状况出现，直接败人家地边。二号蓝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我死你就知道它不是个好玩，不是个好东西，能懂吗？你看到我死了就说明带的东西都不是好玩了。
来了。搞笑呢，哥们儿。单人试牌啊、哦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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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直接冲往空投补给线，弹到大中一点，你就往里蹦一个。太瞧不起我了啊！一个我都杀不了吗？来了，空投来了。这人想干嘛？我操，这合理吗？砰砰砰砰！给我一箱头啊！你搁我这搁我这搞笑呢？这么狠！再注意注意点，站点啊！OK， 非常得劲。
找点小配件，空投补给箱马上来了啊。OK， 差一个枪口补偿机。OK， 有了。42名敌人，这把他们落地没怎么钢枪。686比1897好多了，知道吧？来了。我操了，4个人。世界万圣一传四，帅不帅？非常快的解决战斗啊，也就那么几秒钟吧，15秒一队。没有三级包啊。轻松搞定，看我躲这个位置多好，由于卡窗喷了一下，那个属实是有点帅。空投来了，走。1234567890，没抢，兄弟们，没有车来，来看一下，来了来了，躲一下，这就完成一穿三，帅呀，拿下空投补给箱。我靠，这不是差点走不了了，差点折在这里。走吧。再次冲往中心点，刚才那个不是中心点了，换个点。直接晚上单人400经济，我这九杀帅呀、啊！
毁灭者虽然猛，但是发挥不稳，容易出事儿。你能懂我意思吗？就他有的时候虽然猛，但是呢，他有的时候很垃圾。这个时候你垃圾的话，单人四排只要你垃圾一试，瞬间小命没了，失误率也高。这谁敢来的话，直接在房顶上阴他们。冒烟了去，这个房顶不丝滑，有坎呢。带毒鞭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动了，也可以直接扎中枪点。其实，直接过去吧，直接去这个学校吧，因为早晚要走。早得过，这那里边有人，扎这边。大学校主楼里边有一队。扎这就行，去这个二楼。拍这儿不错啊，谁来谁洗，来，我们等缩圈吧。我这个位置比主楼更加清晰的感觉，主楼那边附近有人没法走。27名敌人，这把人有点多啊。来，还有40秒说读啊！这个时候兄弟们可以去加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，新看主播的可以去领波福利啊！加微信之后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即可免费获得一份福利啊！助理的话会随机给你发，有可能是加州戏，有可能是游戏里边的皮肤，有可能是那玩意儿，懂的都懂啊！去吧，这时候等圈。刚才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得亏来这了。没人敢来中心点吗？都是附近的打。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。
没有车敢扎我啊。AWM，准备个大狙的声音。来车了，要扎我，来了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这一个，还得有用。为什么一直黑呢？因为我有一脸把尿打满，知道吧？填个饮料去。谁打的我？我当然没必要点。大哥，那个窗户打的，我靠！又是同心圆，学校的一会儿都要过来了，十五名敌人了，就是那个祭坛那边，然后右边有一堆，右边那个厕所这边有一堆 AWM 的那边，我们要面对的是这边的人，这个大仓要过来的，就刚才打我们的那个。后边的人来了，我怎么解决呢？就在这儿卡着呗。我已经单人四排晋级模式十杀了，哦，他们还得打。我靠！这迷你点了，点疯了，叭叭叭叭叭叭，
连发 mini 不太正常啊，像是锁起来了。这围墙有人，355的围墙，来刷圈。哦，他们还在圈。发了被我一个。找两个，队友呢？靠，想摸我，直接干掉！啊，去你的！这么安静啊，还有7名敌人，我靠，这圈刷的其实也算不错，一会儿我到那个房上就行了，而他们的话就要经过我这道防线，看他们能不能突破吧，祝他们好运。我提前到这个房子会被攻，提前的吧。有个窗口，靠这个在这个窗口引人这都在上边，那就我就有点不好打了。没上边的话，我冲上去很难很难。
下面的话杀多点，然后上面他们自己也打一点。牛不牛逼的嘞？这雷丢的，神雷！游戏叫我雷王吧。完了，下去怎么办？六门敌人嘞，没事，直接大家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决赛圈1v619杀射击，我们是什么玩的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金江旗给卷的鸟，小六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极限1v4，一对四个丝毫不慌，先扔烟，各种丢闪啊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把那两个人打在公屏上面，冠军！给兄弟们再送波福利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这个微信啊，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任何人可以免费领取福利啊！买号卖号，然后呢，提高帧数，加屏幕上边微信啊！主要还是人人可以免费领个福利，既能看到完美的吃鸡，还能领到完美的奖品啊！太帅了，兄弟们！
丝滑的一批。简直了、开挂都打不出这样的操作、给兄弟们讲一下，哪有开挂这么流畅的。这其实绝对绝对是 1v6， 看到没，就这边两个人，然后山上四个人，那一瞬间其实呢都在对着我，但是呢我其实最猛的还是直接把这个人秒了，这是最猛的一波，瞬间把他给秒了，打后边这个人瞬间秒，这个是最牛逼的。就这一下最牛逼的，不咋还给爆头了。不秒这个的话，其实很难操作。然后这波山上有两枪线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边还不好过，没法过，你知道吧？这边很难受了，风铃牙就得上了。急必要空手啊，拿枪还不行。很好，好，秒掉两个之后我就知道要一 v 四了，因为这山上的话半天没响了，半天没下来，我还以为不是一 v 四呢。从这个人的包里拉了两个伞进来，然后想准备卡视野，但是对面雷太会玩了，压了两个雷，知道吧？我赶紧跑。好，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劣势了，按理说就已经死了，但是我有烟，封了两个烟，堵住后门，打前门就行了，因为他们可以从后门出进啊。好的，开门还不进来，很会玩。好的，找到第二次关键。OK， 这个时候有一个失误点啊，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一个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。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失误，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，全没打中。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劣势了，我就感觉要完蛋，只能追人了。这其实都是有烟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他们会赶过来帮忙。好的，第四个人骗雷，这个时候我要冲过去，他也不会冲过来，他搁这卡位。一个白，最后一个白解决了他，这个白非常关键，白到之后我就有优势了，直接给他白到了，白瞎了，看到没，白瞎了，这个是好，最后一个他也不出来，看到没，也非常会玩，但是我看到他枪了，骗雷，用烟雾弹拔环的声音骗他出来，知道吧，先上子弹，然后再骗雷，拉出身位一下，假装骗一下，让他看到我的拔雷，加上拔雷的声音，瞬间收回来拿喷子，他绝对要出来打我，因为他认为我在丢东西，他绝对要打我那一下，结果其实我没丢，准备喷他，一枪两枪都不用开，直接拿下本场的冠军，帅的一逼，别说了。感谢小诗的飞机啊，谢谢。这肯定得幼稚飞呀、马飞，继续兄弟们。这把沙漠的话我们还没断杀过，裤子给我，6-7不是25吗？上马占了17个，兄弟们，这把30个起步啊！
走。就赌场就完了，还能赌，还能抢过我们咋的？这个这儿，我没枪，我下来了。我他妈捡了他90万。楼上倒了三个。你们人哪去了？我操！楼上倒三个，你们人都跑了。我拉了他90发子弹，没拿到枪。哦。那人他们端了个16，他没枪，没子弹。你们这想象力都不灵啊！完了，人头都够抢了，我擦！好，抢了我一个。先干他吧，他抢我人头，走。干，先干了老仇，走走。我就一把枪。无所谓了都。等我打饮料，打满了，全他妈16啊，在里面，操！嗯，我也是16啊 ，DBS 还不够啊。操！上！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怕你们不行。是他吗？他 ID？ 不知道。我来打。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没有。是他，没哪还他妈哪有人嘞？走吧，快快，冲冲冲！高鹏雷，小飞雷，我看他捏了一下，我以为他不会爆呢，但死前爆了个雷，看到了吗？操了！哎！举报了啊！举报了啊！不服队友，不服队友，真不好啊！不幼稚啊！服他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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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哈哈倒了呀！肯定碗还有呢。哦。大菠萝来了，兄弟们！一号是柚子啊，三号是副队长 PP 啊。走，头上。
看下看下看下，帅呀！他妈的，远喷不到他呀！我操，这把倒的有点频繁，不会我们都在一起。蓝楼也没了，红楼也没了，全军官也没了，没人了。拿两种子弹啊，兄弟们，两种枪啊。休整一波吧。快，人多着呢，快快快，走走走。别急别急，别先上把样石了，我们不要石。那是急救的打不对，走。走走走走。我开车，这图我开车，你俩枪。猛的，电厂电厂绝对有人啊！我都听见了，苏克布列那个位置是他手捧雷，知道吧？就是他死前捏了个雷，我们去铁闸包的时候，那个雷正好在他脚下爆了。八料大板，前面烂尾了。可以直接撞，过程中我可以在两队人就可以滑。哎，对面倒了一个没死，七十没死呢，对七十没死完，应该在那个烂尾楼。我脸上一个，别管他呀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过就行了，再倒了。出去，别跟我在一起。就他一个了。嗯，来车了，来车了，山脚下，知道吗？这儿，拦着。对，刚才是有一队，别移，调包吧。我试倒了，我操！不过现在好像被打倒，好像不会掉血那么快了。试倒了个屁呀嘞！这个吧，他们极力扶着刚刚。山顶，顶上。看到了。标点这个位置。哎呀，又打我。两个以上，两个过不去啊，这怎么过呀，这我可以架，我好像一咱仨一起冲得了，一起冲得了，我就拉了，走，柚子，两个都在顶上，
都在盯着，看到我们了，好像就他俩。嗯，看到你俩的，知道的。小头，九八 K， 跳你跳。另一个残血，另一个打上药了，一枪都死。黄头那个一枪头。两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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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炸他。炸这位置。耶，过不去。我架，我架，我架九八 K， 俩顶就行了，来嘛。一枪头，一枪头，打近点。哎，好。我这家这都不敢露头了，妈的，敢露头，操了。OK， 这个空头得捡。火力全开，662，兄弟们已经杀了16个了，兄弟们。过瘾呀、啊！我来这，我来二号位，我来二号位。你俩坐后面不完了。我的二号位离得近，知道吧？大菠萝必须得近点，节奏必须快呀、啊！我们三个可是顶级高手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么快，知道吧？看起来节奏很快，是不是？哗哗哗哗哗干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沟通，干就完了。稳点是不可能的。没捡，没捡，讲你听这坡打吧。走走走走走，继续，这不能停，这不能停。顶过去。走走走走走。停仓右边，然后正好上房得了。说撞撞开，没来撞开啊！撞开！还有还有。来来来来来。你往哪儿瞅呢，这柚子？你往哪儿瞅呢？谁知道人家的？自己单挑打不过，还往哪儿瞅呢？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他妈不知道人在哪儿啊，兄弟们！我寻思你过来就死。你他妈单挑打不过啊！我还吸火力，真拉呀！这个死鸭，我没血，你个逼！他妈嘴硬啊，这个死鸭！人在打我。让你去偷人家，没偷着，还不知道人在哪儿。要打我，打我你不也是单挑吗？就是拉。不行，没血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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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快快快快快点！走。飞机又来了，干他呀！不干他，在顶上呢，就是狙他，就点他没空狙他，顶上。看他几个人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顶上没人了，好像。
我这一个，我这。哎，打得好。Nice， 这就完成三穿三，不是牛不牛逼兄弟们？太帅了，兄弟们！走走走，空投，来车了，挂上。挂！小心这个树停了，树有问题，有问题！下降！倒一个，就一个了，还有一个往左了，往左了，没救，他没救人。没救！哪儿左边？听到脚步了！操，有人来找我们呢！后山地方，连上，就是。差一个，老三儿，这，聊队，我操，这另一队那个是，那是另一队，我前面还有一个呢。对呀，另一队，我喊了半天。倒一个。冤死，我这边也死了。前面是死了。对，后边也死了，最后两名敌人，两个了，接着是还有两名敌人，快，我知道那两个在哪，快，走，上，又毒死了一个，哎，那他妈的那些人都滞雷了，快点的吧，这人不是一打四的，三打一了，找到他。目前直接完成单人四排保底亚军，兄弟们，竞技模式保底亚军。阶段是剩一个人，全杀了，兄弟们。别离，直接阶段是直接吃鸡，他妈省事儿了，十几分钟吃鸡，本来要30分钟的。应该是右边，这里边，这边吧，这边没找到。哎，他毒的，他自己是他害怕了，兄弟们，他直接被把自己给毒死了，我操！都杀了几个？这届完成三人四排竞技模式，气煞刺激！一会儿出去看总击杀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了？我们是冠军，人家不。新疆体育圈的鸟都不腻，人家都不打了，对面都不敢打了，直接自杀了，知道吧？知道我们多猛了，直接自杀了，他们害怕了，直接弃权。四阶段之间我们是冠军，兄弟们可以。这本来也是应该去都去找车的，知道吧？你跑那过去干啥呢？跑也跑没车快呢。哎。感谢他爸爸的办卡。三个国王坐一起，国王，我有了，最后那个人可以给他锅吃。
我的意思三个甩锅王。哦，甩锅王啊，大门，甩锅王啊，这姐，那柚子本来就这么能甩，还是跟你学的呀？啊？他本来就能甩。走走走。啊，这边人多，跳爬拉车，爬拉车比中心点人多。武林三大高手到齐，兄弟们。开局啊，开局，可以巴沙吗，兄弟们？行行行，跳中间也行。我操，有人！中间老多人了。这个头就得玩大菠萝，有大菠萝吗？有，我这有。对。这头必须玩大菠萝，不知道为啥。上爷，等会儿我，别急别急，这第一视角没在这儿，你们杀光有啥用啊？来来来，等我等我，大菠萝在哪儿呢？那个炮楼上，蓝标那个。不吃不吃，打走，来留着。操！大菠萝嘞，副队长，恶龙啊，在那个三楼啊，在那个三标啊，走吧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哪有人呢？大胆一点，到你们了，到你们了，哎，355，还有一个355。上面，在上面一个桶子后面，两个在炸我呢，我靠！好好，他们一队的，别离这个贼坦，一枪吃。打呀打呀！开枪的一枪。在哪在哪在哪呢？右边。趴地上。地吗？帅，一个。哈哈哈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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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圈杀，我们是爬拉车霸主。瞬间结束战斗，清空战场。怎么整点枪玩玩？我靠，这枪这扔地上会发光，兄弟们，真神奇。我想回去捡那大菠萝了。地上两个雷，我这儿。包里俩雷，我去开车。空投来了。
哇！走啊走啊！靠，连连发现都找不着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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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柚子副队长还有橙子，兄弟们，八月要不要？这桥飞不进，从右边走啊！飞机在那边啊！二十多减了，精致哥哥。这桥跟那边能飞过来，跟这边飞不过去，看到没？这边怎么能往上飞啊？往下飞可以。前面有人，有人。停了，停了，直接干了。好了吗？这个车吗？车？不是，有房子还有一个，高楼还有一个，给你标点啊，就标点高楼。队长，让摸过去。知道啊，过不去了。走吧走吧，副队长。走啊！别干他了，他他妈躲在里边了。我没车了。没事，我们来接你。你听到脚步了？幺零。我俩直接扎过去得了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一楼，一楼，一楼中间门。来，又来一个，都是队友。龙爬，龙爬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还有俩。进房了，进房了，进房了，把他冲了。那边酒吧可以被打。下雷了。扎导那个在哪儿啊？扶人的吧。冲的冲的冲的，三冲二还不能冲啊！给我小心！啊？哦，直接完成三穿四，兄弟们，帅耶！看咱这咱们这四排打的就是干净利落，杀人就完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出来了，走吧，走啊走啊走啊，这三个人也得够甜，我估计。走啊走啊，
爆三个三叶头的一个弓头，哎呦，老得劲儿了。我不要钱啊！差不多了。二保一打法，飞也，完了，副队长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开铁，开铁。M 级三，柚子，狗都不玩，你玩吧。我操，两把 M 级三，我也来一把。箱子里边有 M 级三。两把。哎，里边有针呢。走吧走吧，没发现啥好货呀！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，去这也一样，太密了。太密这感觉不行，咱打野战吧，去野外找人吧，去野外找找人，那野外小房区好打一点。那房区里边，我操，怕被阴。右边房区，右边有个房区，这个房区看看，撒吧一下。全程找人了啊。一起走，一起开车，一起找人，妈的，撞他就完了。隐蔽着啊，兄弟们，见人先隐蔽着。OK。副队长标的路线啊！我操，下好枪！走啊走啊，这还找个屁！这不是招呼我们了？一支穿越剑，三大高手来相见。看着啊，这队人必死无疑，看他们怎么死的。在哪儿打的呀？他真是在野外打的呀，没有一个防区啊，兄弟们，一边就完了，打起来了，算了算了，慢点。打起来了就算了。哦，那两个小房子，前面那两个小房子呢？这个。防御给了好多人，哎，可以到我标点那个位置，到我标点那个位置，不要从右边打，从左边打吧。右边有人，中！骑兵掩护，步兵冲！
好，上下下边是了，找上边的，你上边那个仓，对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没死完，没死完。全杀全杀！空投空投空投，坐下来了。你补的那个呢？我捡个天车子弹。来车了，来车了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追追追追！上上上上，右右的。我脸上有人。前后夹击，我操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事儿，到事儿，后边还有一个，后边还有一个。